轻松的歌声、大爱剧场、雨过天晴的演员跟本尊登场，让高雄静思堂全球读书会会场热闹非凡。第一次投入大爱剧场演出的演员林文怡就说，他从本尊林凤朝师姐身上学习很多，不知不觉当中受到他的那个感染，然后就觉得说那我们就是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，是不是放慢脚步，静下心来，然后想一想，转念会有不同的感觉，这样子。上人送给我们一句，就是说，人生不是求求是好球，有历练的强打者可以随时挥棒，所以只要我们自己心里有准备，随时都可以把这困难把它打破。慈济志工林凤朝把正言上人的静思语当座右铭，当他在面对人生多次磨难时，都有智慧去面对。静思语，我感觉到他就是有那份正能量，随时可以射任何人的心。但愿我写出去的每一句静思语都是最受用的，让每个人看到这静思语都能心生欢喜。他有很多智慧，让我感觉到他的活泼，让我可以启发我们。我们也是要以他的精神这样子，与观众相见欢。林凤朝师姐一样用静思语跟大家结缘，并当场慕心慕爱，期许人人把好话带回家，同时不忘帮助世间苦难。大爱新闻学院林道明高雄报道。